这里四年教练被插踢了。该都讲说你看到是黑的波了，你还不吹？因为比赛前段其实裁判就有警告四年教练。你就说看到黑的波你还吹黑的球啊？这两分我们这样差多少啊？他有讲说他看到黑的波，哎，很明显什么？他都讲说他看到黑的波啊。啊，你讲嘞，你讲说是黑的波，我再插了一个踢，这样是直接把训练教练给赶出去吗？这样是插两个踢的意思吗？嗯，看起来是连吹两个踢了，是连插两个，对不对？这样的话是吹第二个技术犯规哦，连插两个踢，对，是指什么？我们看到是黑的波，哎，这样的话是要请训练教练离开了。你现在就会叫我离开，你看到黑的波你不敢吹，你不敢叫我离开，那你说是黑的波的，我控制一下情绪，你们这样吹我怎么控制情绪啊？哇，这个时候 Rising Star 这里教练训练教练要被连插两个技术犯规，连插两踢，然后请他离开，请他离场了。刚刚比较激烈的去抗议裁判的一个吹判。